好，今天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将会完成二读，而三个党啊，在议场里面的攻防当然持续进行。这一大早呢，大家开始这边贴海报，因为国民党他们是提前在议场前面守夜，所以呢，各式各样新的海报啦、道具啊，甚至整个议场里面呢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。议场内的议事攻防还在持续进行当中。要排队，要排队，要排队。国民党、民众党立委死守议场大门口，对着场外大喊排队。民进党动员全体立委穿着黑色团服，头绑民主已死布条，整装待发。七点一到，三党立委挤入议场。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进入最终部分条文二读，然而一进议场就发生冲突。蓝绿双方立委在发言台前，为了发言台上到底能不能贴标语争论不休，最终双方立委都把自己的海报挂上，整个议场内充满不同颜色的横幅。立法院长韩国瑜一进到议场，先来个温馨开场，全体立委鼓掌祝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生日快乐，但气氛马上转变，一触即发。民进党依旧占据议场前方，高呼口号，拿出新道具记名投票扇子，在外青鸟行动的海报也进入议场。掀开黑布，掀开黑布，拒绝黑箱，拒绝黑箱。而国民党也出新招，拿出黑布挥舞，反制民进党的道具攻势。赞成国民党党团体请举手。虽然日前蓝白党团表示愿意使用表决器，但下了民进党不得杯葛的弹书，在表决方式三党无法达成共识，最后依旧使用举手表决。连续的议事攻防，议场内满满的布条挂在墙上、摆在地上，让人眼花缭乱，也成了特别的一幕。记者廖凯晨、林玉拉台北报道。